脱时，尔时恶毒鬼王合掌恭敬薄佛言：世尊，我等诸鬼王其数无量，在阎浮提，或利益人，或损害人，各个不同。凡是业报，属我眷属，游行世界，多恶少善。过年家庭或成立聚落，庄严房舍，或有男子女人修毛法善事，乃至选一番一盖，扫香扫花，供养佛像及菩萨像，或转读真经，烧香供养于聚于尽。我等鬼王敬礼世人，如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四诸小鬼各有大力及土地分，此令未护，无令恶事、恨事、恶病、恨病，乃至不如意事，尽于紫色等处，何况入门？佛赞鬼王：善哉善哉，汝等给予阎罗，能如是永护善男女等，无意告梵王帝释，令未护汝。说是语时，会中有一鬼王，名曰主命。佛佛言：世尊，我本业缘，主阎浮人命，生死死时，我皆主之。在我本愿，正欲利益，自是众生不会我意，自令生死俱不得安。何以故？是阎浮提人出生之时，不问男女，或欲生时，但做善事，增益社长，自令土地无量欢喜，永护子母，得大安乐，利益眷属。或有生相，色恶杀害，举诸仙位，供给产母及广聚眷属，饮酒食肉，歌乐行广，能令子母不得安乐。何以故？是惨难时，有无数恶鬼及魍魉精魅，欲食心血，说早令社宅土地民齐，呵护子母，使令安乐，何得利益？主事之人见安乐故，便得设伏，达诸土地，宽为杀害，聚集眷属，以示诸故，欢殃自受。子母俱损，又阎浮提临命中人，不问善恶，我欲令是命中之人不落恶道，何况自修善根，增我利故。是阎浮提行善之人，临命中时，亦有百千恶道鬼神，或变作父母，乃至诸眷属，引接亡人，并落恶道，何况本造恶者。世尊，如是阎浮提男子女人临命中时，神速昏昧，不配善恶，乃至眼耳更无见闻，是诸眷属当须设大供养，转读尊经，念佛菩萨名号，如是善缘能令亡者离诸恶道，诸魔鬼神悉皆退散。世尊，一切众生临命终时，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或大乘经典一句一记，我观如是被人，除五无间杀害之罪，小小恶业何堕恶趣者，寻其解脱。佛告主命鬼王：主大慈福，能发如是大愿，于生死中护诸众生。若未来世中有男子女人至生死时，汝莫退誓愿，总令解脱。鬼王摩佛言：愿不有令，我必誓行，念念永护阎浮众生，生死死时俱得安乐。但愿诸众生于生死时，信受佛语，无不解脱，获大利益。尔时佛告地藏菩萨：是大鬼王主命者，已曾经百千生作大鬼王，以生死中永护众生，是大事慈悲愿故，现大鬼身，慈悲鬼眼，最后过170劫，当得成佛，号曰无相如来，解悯安乐，世界明净住，其佛寿命不可计劫。地藏：四大鬼王即是如是不可思议，所度人天亦不可限量，称佛名号。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佛佛言：世尊，我今为未来众生演利益事，于生死中得大利益，唯愿世尊听我说之。佛告地藏菩萨：汝今一心慈悲，就把一切罪苦诱到众生，也不思议事，今正事实，唯当述说无极涅槃，死无早地誓愿，无亦无忧。现在未来一切众生，地藏菩萨佛佛言：世尊，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无边身如来。若有男子女人不是佛名，战胜恭敬，即得超越40劫生死重任，何况塑化形象供养赞叹，其人后福无量无边。又与过去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号宝性如来。若有男子女人不是佛名，一男子之心发心皈依，世人已无上道，永不退转，
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波罗摩僧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地于耳根，世人当得千返生于六欲天中，何况自心称念，又于过去不可说不可说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世子吼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念皈依，世人得遇无量诸佛摩顶受记，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俱有生佛。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自心瞻礼，后入赞叹，世人于贤解千佛会中，会大幻王得折寿上记，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彼佛师佛。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有无堕恶道，长生人间，修成妙乐，又于过去无量无数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号宝胜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毕竟不堕恶道，常在天上受生妙乐，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宝相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正恭敬心，世人不久得阿罗汉果，又于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迦叶爽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者，超一百大劫生死之罪，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大通三宝如来。若有男子女闻是佛名者，世人得遇恒河沙佛，广为说法，一尘无底。又于过去有净月佛、三王佛、至圣佛、净明王佛、至成就佛、无上佛、妙生佛、满月佛、月面佛，有如是等不可说佛世尊，现在未来一切众生，若天若人若男若女，但愿得一佛名号，功德无量，何况多名，是众生等生死死时，自得大利，终无堕恶道。若有临命中人、家中眷属乃至一人，为是病人高声念一佛名，是命中人除五千罪，一夜报等，悉得消灭，是五千罪虽至极重，动静一劫了不得出。曾失临命中时，他人为其称念佛名，于是最终一见消灭，何况众生自称一念，破苦无量，灭无量罪。地上菩萨本愿尽罪终，赞普贤即问地上魔胎，三苦六道绝尘埃，五宝问如来，受记十灾，皆以上莲台。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地藏菩萨本愿尽罪终，教养布施功德圆满利时。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成魔威神，从座而起，不会合掌薄佛言：世尊，我观地道众生，教养布施，有轻有重，有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者，世事云何？唯愿世尊为我说之。尔时佛告地藏菩萨：吾于刀立天宫一切众会，说言菩提不施迦南功德轻重，汝当谛听。吾为汝说，地藏薄佛言：我于世事对妙密闻。佛告地藏菩萨：南阎浮提有诸国王、宰武大臣、大长者、大刹利、大婆罗门等，若遇最下贫穷，乃至农产阴阳，农事无目，如是种种不凡具者，四大国王等亦不施时，若能巨大慈悲，下心含笑，便走便不施，莫使人施，软言对喻，是国王等所获福利，如布施百恒河沙佛功德之力，何以故？原是国王等，于是最贫贱遍及不完具者，发大慈心，是故福利有如此报，百千生中常得七宝具足，何况一时受用，故是地藏。若未来世有诸国王、是婆罗门等，立佛塔寺，佛佛形象，乃至菩萨声闻辟支佛像，供持银蛋，供养布施，是国王等当得三劫为第四生，受胜妙乐。若能于此布施福利，回向宝剑，四大国王等于十劫中常为大梵天王，布施地藏。若未来世有诸国王、是婆罗门等，欲仙佛塔庙，或置金像，毁坏破落，乃能发心修福，是国王等破之一半，破劝他人乃至百千人等布施结缘，是国王等百千生中常为转轮王身，如是他人同布施者，百千生中常为小国王身，更能于塔庙前发回向心，如是国王乃及诸人敬神佛道，于是我道无量无边，故是地藏。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见诸老病及生产妇女，作于人间巨大慈心，布施医药、饮食卧具，使令安乐，如是福利最不思议。一百劫中常为金丘天主，二百劫中常为六欲天主，毕竟成佛，永不堕恶道，乃至百千生中而不闻苦声，故是地藏。若未来世中
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能作如是布施，祸福无量，更能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何况示范转轮之报。是故地藏普劝众生当读数学，护持地藏，未来世中做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种下善根，毛发沙尘等许，所受福利不可回忆。故是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地佛形象、菩萨形象、辟支佛形象、转轮王形象，布施供养，得无量福，常在人天受胜妙乐，若能回向法界，世人福利不可回忆。故是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大声经典，或听闻一句一句，发音众心，赞叹恭敬，布施供养，世人获大果报，无量无边，做人回向法界，其福不可回忆。故是地藏，多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塔寺，大声经典，心者布施供养，瞻礼赞叹，恭敬合掌，多于故者或毁坏者，修补引领，或读发心，或劝多人同共发心，如是等辈，三十生中常为诸小国王，盘越之人常为轮王，管理善法，教化诸小国王，护持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所种善根，或布施供养，或修补塔寺，或装拟经典，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滴，如是善事，但能回向法界，世人功德百千生中受上妙乐，如但回向自家眷属或自身利益，如是之果及三生受乐，舍一得万报。是故地藏不思因缘，即数如是。地藏佛法第十一，尔时坚饶地神活佛言：“世尊，我从昔来三世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广度众生，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与诸菩萨誓愿深重。世尊，是地藏菩萨与人无敌有大因缘，如文殊普贤观音彼乐依化百千身形，度于六道，其愿尚有毕竟，是地藏菩萨教化六道一切众生，所发誓愿结束，如千百亿恒河沙。世尊，我观未来及现在众生，于所住处，于南方清洁之地，于土石竹木，坐其开示，世中人塑化，乃至金银铜铁，做地藏形象，烧香供养，瞻礼赞叹，世人居住即得十种利益，何等为实？一者土地丰饶，二者家宅永安，三者先王升天，四者现存一舍，五者所除罪业，六者无水火灾，七者虚耗必除，八者不绝噩梦，九者出入神户，十者多遇声音。世尊，未来世中及现在众生，若能于所住处方面作如是供养，得如是利益。富婆佛言：世尊，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所住处有此经典及菩萨像，世人更能转读经典，供养菩萨。我常日月以本神力，恢复世人，乃至水火盗贼、大恨小恨，一切恶事悉皆消灭。我报天牢地神，如大圣地，诸神扫集，何以故？人无土地，西蒙鲁户，乃至草木沙石、稻马竹围、谷米宝贝，从地而有，皆因努力，又常养养地藏菩萨利益之事。汝之功德及以神通，百千倍于常分地神，多未来之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菩萨及转入世间，但因地藏本愿经一世修行者，如以本神力而永护之，故令一切灾害及不如意事，得闻于耳，何况应受？非但汝独护世人故，亦有世幻眷属、诸天眷属永护世人，而故如是圣神永护，皆有三体地藏形象，其者如是本愿经故。毕竟出离苦海，真涅槃乐，以是之故得大永护。见闻利益品第十二。尔时，世尊从顶门上放百千万亿大豪相光，所谓白豪相光、大白豪相光、最豪相光、大最豪相光、玉豪相光、大玉豪相光、紫豪相光、大紫豪相光、青豪相光、大青豪相光、碧豪相光、大碧豪相光、红豪相光、大红豪相光、绿豪相光、大绿豪相光、金豪相光、大金豪相光、青云豪相光、大青云豪相光、千轮豪光、大千轮豪光、宝轮豪光、大宝轮豪光、日轮豪光、大日轮豪光、月轮豪光、大月轮豪光、宫殿豪光、大宫殿豪光、海云豪光、大海云豪光、
于顶礼上放如是的豪香光影，出为妙音，告诸大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譬如今日与倒立天宫，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与莲天中利益等事，不思议事，超圣音事，证实地事，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事。说是语时，各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观世音，从座而起，无畏合掌活佛言：世尊，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巨大慈悲，怜悯罪苦众生，于千万亿世界化千万亿身，所有功德以不思议威神之力，我闻世尊与十方无量诸佛异口同音，赞叹地藏菩萨语，正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所行功德，如不语。向者又蒙世尊普告大众，欲称扬地藏利益等事，唯愿世尊为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称扬地藏不思议事，令天龙八部瞻礼祸福。佛告观世音菩萨：汝于娑婆世界有大因缘，堕天堕龙堕男堕女堕神堕鬼，乃至六道罪苦众生，闻汝名者，见汝行者，念慕汝者，赞叹汝者，是诸众生于无上道必不退转，长生人天俱受妙乐，因果相熟，一佛受尽，汝今巨大慈悲，怜悯众生及天龙八部，并无宣说地藏菩萨不思议利益之事，汝当谛听，吾今说之。观世音言：唯然世尊，愿要密闻。佛告观世音菩萨：未来现在诸世界中，有天人受天福尽，有五灾相现，或有堕于恶道之者，如是天人堕男堕女，当现相时，或见地藏菩萨形象，或闻地藏菩萨名，一瞻一礼，是诸天人转增天福，作大快乐，永不堕三恶道报。何况见闻菩萨与诸香花衣服饮食宝贝璎珞布施供养，所获功德福利无量无边，故是观世音作未来现在诸世界中六道众生临命终时，得闻地藏菩萨名，一生立耳根者，是诸众生永不离三恶道苦。何况临命终时，父母眷属将是命中人色彩财物宝贝衣服塑化地藏形象，迫使病人未终之时，眼耳见闻知道眷属将色彩宝贝等为其自身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世人若是业报合受重病者，曾施功德寻己足矣，寿命增矣。世人若是业报命尽，因有一切罪障业障合堕恶趣者，曾施功德命中之后，即生人天受胜妙乐，一切罪障悉皆消灭。故是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或如古时，或三岁五岁十岁以下，亡师父母乃及亡师兄弟姐妹，世人年纪长大，失意父母及诸眷属，不知落在何去，生何世界，生何天中，世人若能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乃至文明一瞻一礼，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文明践行，瞻礼供养，世人眷属假因业故堕恶趣者，即当结束，曾施男女兄弟姐妹塑化地藏形象，瞻礼功德，寻己解脱，生人天中受胜妙乐。世人眷属如有福利，以生人天受胜妙乐者，即曾施功德转增圣音，受无量乐。世人更能三七至中，一心瞻礼地藏形象，令其名次百年万变，当得菩萨现无边身，具够世人眷属身界。或于梦中，菩萨现大神力，心领世人于诸世界，兼诸眷属，更能免日变菩萨名千变，至于千日，世人当得菩萨前所在土地鬼神终身卫护，现世衣食丰裕，无诸疾苦，乃至恨之不入其门，何况极深。世人毕竟得菩萨摩顶受尽，故是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一发广大慈心，救度一切众生者，欲修无上菩提者，欲出离三界者，是诸人等见地藏形象及文明者，自心皈依，或以香花衣服宝贝饮食供养瞻礼，是善男女等所愿速成，永无障碍，故是观世音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等愿，百千万亿等事，但当皈依瞻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如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故愿地藏菩萨巨大慈悲，永永护我。世人于睡梦中
及得菩萨摩顶受记，护持观世音菩萨，多未来世善男子善女人，于大圣经典深深珍重，发布施一心，欲读欲诵，终于名师教书令熟，玄德玄望，东京田院不能读诵，是善男子等有数业障未得消除，故云大圣经典无读诵性。如是之人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像，具于本心恭敬成佛，更以香花衣服饮食一切玩具供养菩萨，以净水一盏，今一日一夜安菩萨前，然后合掌请佛，挥手向南，一入口时自心正重，苦水既毕，胜五心九弱，邪淫妄语，几诸杀害，一七日或三七日，是善男子善女人于睡梦中具见地藏菩萨现无边身于世人处，坐灌顶水，今年梦觉，即或聪明，应是经典一地有根，即当有记，更不忘失一句一记，故是观世音菩萨多未来世有诸人等衣食不足，久者乖怨，颇多疾病，颇多凶衰，家宅不安，眷属分散，颇多恨事，多来五生，睡梦之间都有经故，如是人等闻地藏名，见地藏形，自心恭敬，念满万遍，是诸不如意事渐渐消灭，即得安乐，衣食丰裕，乃至于睡梦中悉皆安乐。故是观世音菩萨多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因自身，或因公司，或因生死，或因急事，住山林中，过渡河海，乃及大水，或经险道，世人先当遍地藏菩萨名万遍，走过土地，鬼神卫护，行住坐卧，永保安乐，乃至逢于虎狼狮子，一切毒害不能损之，投靠观世音菩萨。是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因缘，若说与诸众生见闻利益等事，百千劫中说不能尽，是故观世音如以神力流布世经，令娑婆世界众生百千万劫永受安乐。世尊而说偈言：无关地藏归神力，恒河沙劫说难尽，借闻瞻礼一念间，利益人天无量事，若男若女若龙神，报尽应当堕恶道，自心皈依大士身，受命转生除罪障，少出父母恩爱者，未知魂神在何去，兄弟姐妹及诸亲，生长以来皆不是，或树或化大士身，非念瞻礼不善舍，参经至中念其名，菩萨当现无边体，是其眷属所生界，众多恶君寻诸灵，若能不退是初心，即获摩顶受胜记，欲修无上菩提者，乃至出离三界苦，世人激发大悲心，先当瞻礼大士像，一切诸愿速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止。有人发心念经典，欲度群迷超彼岸，虽立誓愿不失意，宣读闲望多会师，诗人有业障莫故，于大圣经不能尽，供养地藏以香花衣服饮食诸玩具，以净水安大士前，一日一夜求福之，发音众心胜五心，酒肉邪淫及妄语，三七日内勿杀害，自心思念大士名，即于梦中见无边，觉来配合立根耳，因是经教立耳闻，千万生中永不忘。于是大士不思议，能使诗人获智慧，贫穷众生及疾病，家宅凶衰眷属离，睡梦之中息不安，求得乖违无正睡，自心瞻礼地藏像，一切恶事皆消灭，至于梦中尽得安，一时丰饶生鬼户，欲渡山林及渡海，毒恶禽兽及恶人，恶神恶鬼并恶风，一切诸难诸苦恼，但当山林及供养地藏菩萨大士像，如是山林大海中，应是诸恶皆消灭。观音自心听吾说，地藏无尽不思议，百千万劫说不说，广宣大士如是意，地藏名字人若闻，乃至见相瞻礼者，香花衣服饮食奉供养百千寿妙乐，若能以此为法界，毕竟成佛超生死，是故观音主当知，普告恒沙诸国土，主累人天比第十三。尔时世尊举世设地，用摩地藏菩萨摩诃萨比而作誓言：地藏地藏，汝之神力不可思议，汝之慈悲不可思议，汝之智慧不可思议，汝
师辩才不可思议。正此时望诸佛赞叹宣说汝师不思议事，千万劫中不能得见。地藏地藏，即如今日在高丽天中，以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会之中，在与人间诸众生等，为诸三界在火载中者，护主于汝，无吝是诸众生堕恶趣中一日一夜，何况更堕无间及阿鼻地狱，动心千万亿劫无有出期。地藏是难言无体众生，自性无定，邪恶者多，众发善心，须以即退。若遇恶缘，天天增长，以是之故，无昏事醒，百千亿化度，随其根性而不得失。地藏如今因其以天人众，护主于汝，未来之事，若有天人，以善男子、善女人，与我尔中众小善根，一毛一尘一沙一滴，汝以道力永护世人，见修无上，勿令退失。故是观未来之中，若人随业报应，堕在恶趣，离堕趣中，或至门首，是诸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句大声经典，是诸众生如以神力方便做法，于是人所现无边身，为虽地狱，且令身边受受妙乐。尔时世尊而说偈言：现在未来天人众，古今因请护主奴，以大神通方便度，故令堕在诸恶趣。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五鬼合掌，佛前施食，为愿世尊护汝未来堕在此中，善男子、善女人，以我尔中一念恭敬，我以百千万遍度脱世人，于生死中速得解脱。何况闻诸善事，念念修行，自然于无上道，永不退转。说是语时，会中有一菩萨名须空藏，佛陀言：世尊，我自知道力，闻于如来赞叹地藏菩萨威德神力不可思议。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乃及一切天龙，闻此经典，及地藏名字或瞻礼形象，得几种福利，唯愿世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等略而说之。我告须空藏菩萨：谛听，谛听，吾当为汝分别说之。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见地藏形象，即闻此经，乃至读诵香花、饮食、衣服、珍宝、布施、供养、赞叹瞻礼等，一者天龙护念，二者善果之争，三者即圣善因，四者菩提无愧，五者一时空土，六者即衣不离，七者离水火灾，八者不道贼恶，九者人间禁地，十者神鬼住持，十一者魔王生，十二者为王臣女，十三者端正相好，十四者多生天下，十五者祸延帝王，十六者数智命通，十七者有求皆从，十八者眷属欢乐，十九者诸恨消灭，二十者业道永除，二十一者去诸金风，二十二者夜梦安乐，二十三者先往离苦，二十四者束缚受身，二十五者诸圣赞叹，二十六者聪明地根，二十七者劳持已经，二十八者毕竟成佛，复是虚空大菩萨。若现在未来天龙鬼神闻地藏名，以地藏行，或闻地藏本愿事行，赞叹瞻礼得七种利益：一者速召圣地，二者业力消灭，三者诸佛护灵，四者菩提无愧，五者增长本力，六者宿命皆通，七者毕竟成佛。尔时十方一切如来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及大菩萨天龙八部闻释迦牟尼佛增长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力不可思议，但未曾有事实高丽天无量天空天衣诸衣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萨，一切众位具护瞻礼合掌而退。地藏菩萨本愿今见圣，在地藏本是较量君，龙传一雅是贤圣，今世火大圣，福利无穷，随意保人生。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地藏在，地藏菩萨在。大千种种诸佛菩萨，三宝六道无妙法，四圣慈悲同慈恩，明珠照彻天地满路，今世正安利益人。每劫七经闻皆已，九缘环绕于此尊。南无九和三多于世界大慈大悲地藏王菩萨，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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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藏王菩萨。
南无地藏王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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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地藏王菩萨。好，我们翻到前面，地藏菩萨本愿精心要受我们念两遍。地藏菩萨本愿功德一心尽性塑化形象，忏悔业障，瞻礼赞叹，至诚皈依。如经所说，布施供养千人衣钵，存者遍数，称菩除障，成佛护主，以此世界自弥勒我。来众生即使解脱，永离诸苦，欲我所去，以此因缘，为此世界幽冥教主娑婆本尊，念此圣号，业障消灭，善恶报复，悉皆超脱三善道中，增长善缘，缘生菩提，毕竟涅槃。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一观法界心，一切唯心造。南无幽冥教主娑婆世界本尊，大愿地藏王菩萨摩诃萨。地藏菩萨赞愿功德一心尽性塑化形象，忏悔业障，瞻礼赞叹，自诚皈依。如经所说，布施供养千人离苦，存者戒除，称菩除障，成佛护主，于此世界自弥勒佛。以来众生悉使解脱，永离诸苦，欲我受记，以此因缘，为此世界幽冥教主娑婆本尊，念此圣号，业障消灭，三恶道苦，悉皆超脱三善道中，增长善语，缘证菩提，毕竟涅槃。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依观法界心，一切唯心造。南无幽冥教主娑婆世界本尊，大愿地藏王菩萨摩诃萨。地藏菩萨赞，起手慈悲大教主，愿得弘明称地藏，誓愿弘生普于等，威德尊严更难量，十方菩萨同归命，三世诸佛共称扬，地狱未空不成佛，众生度尽正觉华，末法众生无一不，唯有大士驾其行，起手上大教主，
万德洪明生地藏，誓愿洪生无余等，威德尊严更难量，十方菩萨同归你，下世诸佛共生养。第一位奉护神佛，众生度尽正觉法，末法众生无一护，唯有大士驾慈航。是您三遍，请师兄，依个人修持做观想，我持本自您三遍。缺圆满真言七遍，请同诵。嗡唵咕噜咕噜伽耶摩诃娑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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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回向。以此功德，上供下施，川流不息，行无原止，遍满虚空，普周法界，世圣有缘，圆融无碍。好，功德供养发愿回向文，请同诵。我是圆觉宗弟子李嘉佛，我今发愿，尽以三世所修一切功德，以今日共修功德，供养居安根本智慧慧华金刚上师，以请智慧慧华金刚上师，以深圳法界本体宇宙，不住涅槃，不舍八非，以念我等界身上众与你弟子，及诸六道有情不外众，速起身便再来，以十方刹见佛变身，作我庇护，引导我等永出轮回，早证觉案。愿以此功德，上供十方三世诸佛菩萨，以愿加持自己与金刚同学，共一切有情，永无断难，当下明心见性，与上师身口意三意相应，一体无二，同证大圆满觉。我护花愿舍报之时，誓愿追随上师往生净土，正愿再来广度众生，同证圆觉。祝愿世界和平，春节有吉，南海两岸精神合作，永无战争，国泰民安，社会祥和，圆觉兴华，广扬救助，愿地人真净土，庄严华藏世界，一切成就来自上师，生生世世永难忘怀，一切成就用于度生，生生世世永不退转，大圆满，大吉祥。好，我们再送。共修程序下面的共修回向文，曾愿以今日受地藏菩萨本愿心，地藏菩萨本愿心心受受，地藏菩萨善知功德，回向世界和平，人民安乐，正法守住，法轮常转，灾障消灭，祸患不生，法界所有因生而未生之因的，皆能同佛接引往生极乐，并回向今日参与共修之见闻随喜参与者，以尽虚空遍法界一切有情众生，消除数千天，增长诸无慧，圆成圣善根，切切显安乐，四处是法，吉祥圆满，同证无上道。再回向共修者之历代祖先与过世亲友及人世父母何等冤亲债主，遍法界中阴众生的，皆蒙诸佛如来菩萨护法慎重，慈悲接引救度，往生极乐世界或三道，生生世世永离恶道，一切苦得救尽乐，速证诸佛圆满会。好，那我们再把今天送地藏菩萨本愿经的功德回向给下列居士大德，愿他们能够承此诵经功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或三道。好，那我念一次名字，各位请再护送一次。好，把今天送地藏经功德回向郎金银师兄，回向郎金银师兄，回向陈金平师兄，回向陈金平师兄，回向余秋锦局居士，回向余秋锦局居士，
回向林灿丹居士，回向巫俊龙居士，回向陈李金叶居士，回向许秋叶居士，回向王成湖居士，回向黄松莲居士，回向郭宝玉居士，回向郭宝玉居士。好，那下面的我念名字，那各位师兄请在心里面哈，心念来共同来回向。好，再把今天诵地藏经功德回向王龙华居士，回向王代敏居士，回向詹天之居士，回向林永昌居士，回向郭腾居士，回向梁清居士，回向梁陈秀英居士，回向中梁四皇居士，回向梁淑君居士，回向梁美玲居士，回向洪万子居士，回向洪梁乱居士，回向洪梁洪姓林居士，回向洪顺和居士，回向梁洪阿雀居士，回向邱物进居士，回向杨来居士，回向杨衍居士，回向李顺堂居士，回向李成好居士，回向陈东正居士，回向陈昭清居士，回向吴树木居士，回向吴树花居士，回向曹仲义居士，回向曹叶日丽居士，回向曹水旺居士，回向林鼎居士，回向吴金花居士，回向林天宝居士，回向卢月志居士，回向卢恒居士，回向卢萧珠居士，回向马金莲居士，回向马毛香居士，回向马郭段志居士，回向马申昭居士，回向马柳凤居士，回向张万德居士，回向张许金子居士，回向汤照居士，回向罗王霞居士，回向罗阳林居士，回向罗正静智居士，回向汤小妹居士，回向汤王树居士，回向汤祥静居士，回向何龙成居士，回向何前焕文居士，回向袁胜凯居士，回向施坤居士，回向施延娇智居士，回向施家正居士，回向施张旧居士，回向赵妈凡居士，回向赵薛氏居士，回向徐铁居士，回向蔡国辉居士，回向蔡水燕居士，回向蔡刘好居士，回向何卫居士，回向何黄秀软师兄，回向许其安居士，回向谢云英居士，回向何茂开居士，回向雷氏居士，回向蔡姓居士，回向林志居士，回向林福山居士，回向刘文启居士，回向林淑珠居士，回向尤美群居士，回向蔡老赛居士，回向蔡淑珠居士，回向蔡仲海居士，回向蔡新燕居士，回向苏清州居士，回向苏湖，这个是一个十一个秋，是五秋啊，苏湖秋，好，回向苏湖秋居士，回向苏武雄居士，回向郑长寿居士，回向郑高旺居士，回向郑大水居士，回向 T 八咕噜小猫居士，回向 B 八咕咕 B 八咕好，回向 B 八咕小猫居士，回向许友同居士，回向许义全居士，回向许正玉和居士，回向戴立斌居士。好，愿以上的居士，业障消除啊，蒙诸佛菩萨护法慎重，慈悲接引救助，往生极乐世界佛善道，生生世世远离恶道，离一切苦，得救尽乐，速成诸佛圆满位。好，那
后我们也把今天送一百斤的功德回向台南公社护法会所有功德会员，恶业消除，福慧增长，周业吉祥，世间诸事皆好，人人无碍，殊胜成就，世尊菩提。也回向台南公社光明灯功德主及其眷属，消灾除障，阖家平安健康，诸事吉祥圆满，开悟智慧，殊胜菩提。也把今天送进的功德回向心情冠状病毒，希望心情冠状病毒的疫情能够赶快解除，那世界的大灾难也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好，那各位请个别回向。再次也回向，能够世界和平哈，不要有战争。希望大家都能够，没有贪嗔痴的心，能够和平相处。大家都能够精进念佛哈，能够平安健康吉祥，没有病苦，身心安乐。大家都能够精进的念佛，消灭罪业，脱离轮回苦，去找证菩提。公述到这边哈，那我们起立面对坛城。我们向证明会长金刚上师、历代尊者祖师、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萨护法神众及地藏王菩萨哈一问讯，阿弥陀佛。好，谢谢各位。那后面有那个苹果哈，我已经把它。